好，欢迎收看中视金曲大哥大，我是钟欣荣。电视圈一年度的盛事金钟奖颁奖典礼，最受关注的戏剧类奖项《我们与恶的距离》，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，两剧各以14项的入围，成为得奖大热门。贾静雯暌违15年重回台剧，在机车的新闻台主管跟痛失爱子的母亲之间切换自如，让她强势问鼎金钟视后。其实贾静雯16岁就开始演戏了，《飞龙在天》里头她可以撂台语，《倚天屠龙记》扮起刁蛮的赵敏，古装造型也是绝美。而换上时装跟男神胡歌飙戏，更是霸气侧漏。下戏之后呢，她是嫁给爱情的女人，更是波妞和补补的最佳玩伴。西瓜甜不甜？甜。我怎么可以让爹爹一个人自己在戏院里面？全是痛失爱子的母亲贾静雯悲痛哀戚，她借由职场女强人形象武装自己极度脆弱的心。你每天这样冷冰冰的，跟冷冻库一样，人都被你裁光了。我还可以留住谁？我连我亲生的儿子都留不住。剧中和温升豪饰演一对怨偶，这和现实生活完全反差。贾静雯有个幸福美满的家，暌违15年没在台湾演戏，接下戏约第一件事就是跟宝贝女儿打预防针。我说你学校的老师啊，你每天都是要去上学，那我如果今天没有去工作，我老板也会觉得你怎么都没有乖乖来上班。然后我就是不是，然后我妹妹说妈妈去上班了，我说我不能被老板，像我今天就跟他讲说妈妈会很快回来，因为妈妈表现得会很棒，然后回去的时候老板可能会送我一个我很爱吃的饼干，我可以跟你分享。所以我们俩很好玩啊，我们有时候9点多我们就说哎呀差不多要收了，还可以回家跟小孩相处一下。我们都希望能够在赶在他们睡着前回去抱他们亲他们一下。哎呦，回家喽，是吗？对。你去开门，看是谁回来了。妈妈，是妈妈吗？在这个世界。生活重心的贾静雯，她的世界是他们。我们要起床了，我的小宝贝。哎，是你妈妈。哎，你干嘛踢我？我们要起床了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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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他头都已经在断了。他真的很喜欢音乐。魔镜，魔镜，请你告诉我，这个世界上谁最可爱？生活日常搬上大陆实境节目，让波妞和补补成了两岸三地最红萌娃。谁最美丽？是贾静雯和修杰楷爱的结晶。田里的西瓜圆又大，波妞摸波妞，对着波妞亲一个，妈妈看了好高兴。我们家应该是，我觉得所有小孩都是我们的老大吧。比如说我们今天真的没拍戏，我们就会在家以他们为主。一颗海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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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随波飘摇，海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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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会不会自己跳？的心肝宝贝，除了2岁波妞和快4岁的补补外，还有14岁的大女儿梧桐妹 Angel， 她是贾静雯和前夫孙志浩所生。2009年4月，贾静雯为了见到被孙志浩秘密带走的女儿，忍痛在镜头前揭开婚姻裂痕。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看到我的宝贝，我请大家帮帮忙，不管她现在在哪里。我都希望能够看到他，妈妈真的好爱你，真的好想你，希望你快点回到我身边。
声泪俱下，贾静雯飞到美国千里寻人，她和孙智浩签字离婚，真女的跨海官司打了将近一年，总算带回女儿。结束五年婚姻的贾静雯，原以为她会和女儿过着一加一的生活，没想到修杰楷的出现改变了一切。有一次好像我们就是小酌之后，我要离开的时候，不小心摸了他的头，这样摸一下。怎么那么不小心啊？为什么可以摸到头？对啊，你这个举动是很特别的耶。对，那就是我。你是喝醉了吗？我可能微懵，微懵，然后。放下了自己的心房，就觉得当下真的很想要做这个举动。从一开始我有一点点抗拒，因为我总觉得不知道你有没有想清楚，还是你只是一时的心疼或者是同情。他很愿意陪伴我，然后甚至照顾我大女儿，他这么年轻也这么愿意去做，我觉得这个算是很感动我的一点。这段姐弟恋相差9岁，同样也是先有后婚。静雯还有个姐姐，就是梧桐妹，所以当下会想很多。多虑是有原因，因为当年梧桐妹才10岁，她的世界不但多了一位修杰楷，还有即将诞生的新生命。就有一点点叛逆期的出现，她的口气跟态度都会有一些冲，就直接讲说你又不是我爸爸，你为什么要管我？夹在中间的贾静雯成了最好润滑剂，修补两人关系，让修杰楷与梧桐妹既是朋友，眼下父女一块开心迎接新成员布布。你就快点泡奶奶，你泡奶奶。对，生气，哎呦，这样子吗？经历过一段不幸福婚姻，再婚的贾静雯找到真爱。这位45岁辣妈，从外表的冻龄到家庭的温馨，令人称羡。我有35岁的超人女儿。我最爱的超人爸爸，亲一个。嗯啊。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。